中华福音神学院50周年校庆感恩典礼暨献校礼，典礼开始。诗篇90篇第一节13到17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用称谢、感恩和赞美来把我们的主配得的荣耀都归给他。来高声唱，来高声唱，
心事和广大，
校牧张宗培牧师领我们同心祷告。我们一同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信实，你是慈爱的主。我们今天众人来到你的面前站立，要说你是我们恩典的上主。我们今天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一方面庆祝在过去50年中华福音神学院所成就所发展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深深体会到，若非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在过去50年，你的建造与看守是我们过去2代3代仆人所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经验。我们感谢你步步引导，随时供应、帮助和保守。我们也经历到50年的路不是一条容易、一切顺利的路，里面也不是毫无困难。我们曾经遇过，在也经历过又大又难，甚至是力不能胜的挑战，但是我们相信你是丰富的主，一切困难在你大能与智慧里，都要服侍你美好的旨意，成就你荣耀与你的美善。就如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向你的祷告跟敬拜，今天也是我们众人侍立在你面前一样的祷告跟敬拜。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我们的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事，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基督耶稣里的。因此今天我们再次站立在你面前，宣告你的至善、至美、至正。你是配得我们的尊崇与赞美，配得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如此祷告，乃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宝贵的圣名。阿们。请中华福音神学院董事会主席沈正牧师致辞，会众请坐。诗篇第92篇第12到15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然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平安。在这一段诗篇的里面提到了棕树，似乎是要表达这树的枝干丰富茂密，果实成熟甜美。这段经文里面又提到香柏树，好像也是要特别形容这香柏树的高大挺拔，而且坚持、坚强、持久。而针对这两棵树，圣经在这里用发旺和生长来描述。是的，一开始说这是描述义人，义人必发旺，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稍微延伸的来解释，或者来学习，来描述，这是对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跟随主的人的一些挑战和形容。感谢主，今天是中华福音神学院50周年的庆典，
我向上帝祈祷，在我们一同在这里感恩，一起在这里庆祝华神50周年的此时，持续的求神建立华神，像发旺的棕树，像高耸的香柏树，使得整个的学校所有的同仁，所有的弟兄姐妹和同学，我们的生命丰富宽阔，有高度有深度的，使得这个学校是一个属神的神学院，这个学校是可以为上帝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教会装备训练更多合主心意的工人，这是我们的祈祷。愿上帝在这个日子里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祝福华神，谢谢。谢谢沈牧师。今年6月的毕业典礼，戴院长曾经提到，神学院好像一块苗圃，上帝在过去的年日差派他的仆人使女在这块园地栽种浇灌，上帝也亲自培育许多的神国工人成熟成长。如今50年过去，已经有2000多位的校友从华神毕业，他们奉主的差遣在世界各地忠心侍奉，建立教会，广传福音。今天我们很高兴有一群校友在50周年庆典之际回到学校，组成华神校友代表诗班，他们要一同献诗，带领我们同心献上敬拜。他们所要献唱的歌曲是《愿你是我引导》。这首诗歌其实是每年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华神毕业生都会献唱的一首歌。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成为我意象》。今日华神的校友代表诗班用这首诗歌宣告主是他们，也是我们每一位华神人永远的引导。愿我们静心的聆听，与诗班一同将一切的感恩献上在宝座上的羔羊。
谢谢校友代表诗班的献诗。是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论遭何事，你是我至宝，永是我引导。我相信这首诗歌唱出每一位忠心事主的仆人跟使女的心声。不管我们的侍奉面对高山低谷，我们都始终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前方的引导，我们仍然坚定跟随主的心志，让主永远居我们心中的首位。接下来正在苗圃当中被浇灌预备的新苗们也组成了在校生诗班，他们用诗歌来颂赞主的名。他们要献唱的歌曲是《基督精兵》，这是一首战争进行曲，感觉得出来在校生们已经蠢蠢欲动，巴不得快快跟着我们的基督元帅走向战场，看见主的得胜再得胜。愿这首诗歌领我们同心敬拜，愿这首诗歌再次眺望我们众人的心志，跟随基督精兵的军队，定睛得胜的旗帜，吹响胜利的号角。在校生诗班，基督精兵。
liv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我父亲过世前，神就把这一句话赐给我。看着我父亲的一生，这句话也提醒我非常重要的事。我如何能够活出一个带出改变的生命？我们也如何能够活出一个带出改变的生命来？1970年那个时候，华神开始。正好是神所预备的时间，背后有许多人的努力跟付出。中华福音神学院，上帝所预备的奇妙的作为。华神的开始是上帝所预备奇妙的作为。在1960至70年代，当时台湾的社会正蓬勃的发展校园福音工作，加上一些宣教士、知名的布道家来台宣教。大量的青年学子接受福音，甚至愿意委身，但也衍生出新的问题。到了70年左右，有经验的宣教士也退休了，回国了，所以就产生这个教会的传道人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的领袖就说：“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工人在哪里呢？”新的会众不断涌入。但牧养群羊的工人却有断层，这该如何因应呢？1965年，一群教会领袖、宣教士提出，台湾急迫需要一所跨教会、跨宗派、具备研究院水平的神学院，为愿意献身的青年学子提供足够的训练，预备进入服事的合场。一个学校要开始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什么都要推广，什么都要进行。那时候的董事会是由吴勇长老来带领的，还有寇思远监督了，韩伟长老了，他们都付上很多的心力，而付上最大心力的，我想就是我们创院的院长戴绍珍博士。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当初创校的长辈们筚路蓝缕建立学校。历经几年的努力和挑战，1970年10月，中华福音神学院正式成立，成为全世界第一所不分宗派专收大学生的华人神学院。按着上帝预备成立的华神，带来新的盼望，但在当时环境下仍不被看好。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第一届只有7个同学，那个时候师生加起来也不过11、12个人嘛。当时真的有人说：“哎呀，华生好像是一个早产儿吧？因为你看，也没有资金，也没有土地，老师也不足，那学生也不多。”我是第7届的校友，我们是在士林的时代，教室啊、图书馆啊是教会借给我们的，那宿舍是租来的。所以全校的师生同工大概就是几10位啊，真的是像一个大家庭。草创的一路艰辛，在呼召中坚守神的托付，毕业生一届一届在各教会服事中开始结出果子，建立起美好的名声。有了口碑与成果，华神开始更进一步。1974年6月，成立华神延伸部。提供教会与平信徒更广泛的圣经、神学与实践上的装备，带出更大的影响。至今，每年仍有超过3000人次注册上课。同时，在历经8年祷告、4年推动、3年兴工，1979年6月，华神汀州路大楼完工启用。华神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华神的学生呢，校友会问你是磨豆浆的那个时期的校友，还是没有磨豆浆的那个职业校友。我们那时候要磨豆浆，所以那段时间就是生活呢，我们要买菜，我们要磨豆浆，这个很有意思。
读华神的学生呢都要读希腊文呢。那戴兆森院长教希腊文是很严格，我们每一次上课呢他都要先站在门口，那么他就拿着那个希腊文的那个字卡，那会的学生就进去，不会的学生就再重新去排队啊。那戴院长说我是门啊，接着我才能够进到这边来。随着硬体环境的稳定与扩充，华神在神学教育上的努力开始结出加倍的果实。华神有了爆炸性的增长，招生的人数从个位数字啊，成为两位数字甚至三位数字。所以华神从人们口中的新兴神学院啊，转身成为众教会培育神国工人最佳的伙伴之一。2003年，华神成为 ATA 亚洲神学院协会会员，肯定了华神在教学理念和品质的国际水准。在2000年之后，华神开始讨论立案申请的规划，主要是回应教育部的美意，将神学院纳入正规学制的规划，希望神学生的资格一样被认定与看重。一般的私立大学的话，教育部人员就都有规定了，这要有5公顷的土地啊，因为就是学生的运动场啊等等要有，但是我们华神是没有了，所以那我们就开始在那边找地。2006年11月，董事会决议通过第三期扩校计划，准备申请教育部立案，但这过程却意外的艰难曲折。找地的话呢，其实是差不多找遍了北台湾。不过后来我们终于就是找到在巴德这边的一块地，那当时我们就提出来一个口号，说一家一平啊，一平3万。当然我们也有大额的那个，有几笔大额的，但是绝大多数就是蚂蚁雄兵，我们为这个很感谢主。历经了无数的挑战和艰辛，华神巴德校区终于在2017年开土动工，校区占地达2.3公顷。视野开阔，并且临近桃园国际机场与交流道附近，交通便利，成为接轨国际的极佳位置。巴德校区采用极简设计理念，仿清水模工法，刻画出新时代神学院建筑风格。每栋独立大楼之间有空中廊道串联，呼应华神校徽设计意象。葡萄树与枝子要彼此相互串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2019年，巴德校区终于完工，使华神进入全新的时期。啊，这个根本是上帝推动的事工，这是一个团队的合作，背后有许多人的努力跟付出。啊，上帝啊正在带领华神走一条从未走过的路。在建校的过程中间，以及在教育部立案的这件事情上，都经过了好长的时日，相对来讲是辛苦的，但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的引导。我们按手在你身上，按立你戴季中博士为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愿荣耀归给神。最早董事会跟我们谈的时候，大概有三个心情。一个当然就是惊讶，因为过去30年我跟师母都是在内地会，都是在宣教的工厂上面，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进到神学院里面服侍。第二个词呢就是战惊啊，因为知道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而也是对我而言是完全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啊。那第三个词呢就是期待，期待。知道上帝从第一任院长啊，从戴绍曾我的父亲啊，其实中间有6任的院长，看到神在这50年当中带领着华神啊，那我想我们也期待啊，未来啊，神也会继续的来带领着华神。在这50周年来到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因为立案建校的完成，中华福音神学院能够训练更多合神心意的工人来服侍这个时代，以及日后许多
许多的时代。华神会承袭过去的意象，继续的培育神国仆人，增进祷告、思想、生活，建立灵命、学士、侍奉，培育神国的传道人，在普世华人中间推动更广更深的神学教育，坚守福音的真理，培育福音的工人，连接福音的伙伴，委身福音的使命。带领华神从无到有，从意象到实践的故事。今天这部影片是华神50周年纪录片的校庆特别版。未来我们将会推出一系列完整的50周年纪录片，回顾上帝用恩典作为华神年岁的冠冕，也见证上帝的信实与荣耀。我们不但有影片的纪实，今天我们也邀请两位云彩的见证，在我们当中分享上帝奇妙的作为。第一位是华神第五任院长，也是我们华神第十届的校友赖建国院长。好，各位嘉宾，大家平安。10年前的今天，我们欢庆华神40周年。那时候，几位前任的院长，黄子佳院长、陈继明院长夫妇、周恩娥院长夫妇都同来参加，共襄盛举，见证主恩。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几位都不能回来，所以让这张照片就显得更加的珍贵。愿主赐福这些前任的院长和师母，全家身心康泰，主恩满满。我跟我的内人陈新兰是在1979年一起进华神的，正好是华神汀州路校舍落成启用的第一批新生。我们班是华神的第十届，所以号称是十全十美的这一届。华神的学生就教导要全方位的学习，所以我们除了课堂上面的学习之外，还有辅导小组、崇拜献诗、清扫学院、备餐洗碗、教会实习，另外还有呢，要当活委啊。当活委的话呢，一次轮一个月，每个礼拜一一大清早就要到中央市场去买菜，所以我们要学会开菜单、学配菜、去采买，还要跟那个菜贩来讨价还价。买好了菜以后，就通知总务处的汤定国主任，他就开着小面包车来接我们，把这个菜通通都堆在车上，然后女生就坐前座，男生就站在菜堆的当中。回到学校以后，还要洗菜、切菜，要削水果啊。另外后来呢，就学习还要磨豆浆，所以刚刚你们已经看到了啊。那这些就是让我们大家学会了一身的本事，也培养出革命的情感，我们为这个非常非常感谢上帝。1979年，华神这个校区建设成，我们那个时候就进学校，成为第一批的新生。可是我们新生训练的还没有正式开始呢，就有第一个在华神汀州路校区的那个婚礼。以后呢，这就是张时贤牧师跟他太太吴慧玲，这是我们班上的，所以以后整整40年的时间，华神汀州路的那个校区6楼礼堂呢，就成为非常非常受欢迎的结婚的礼堂。我问一下，我们在座当中有哪一些人呢？你是在那个礼堂结婚的？举手看看哦，前面后面都有哈。以后这个地方呢，比那个地方更漂亮，对不对？啊，这个求上帝来赐福。2006年，我就讲到戴兆生牧师啊，那就是我这一届是特别的，因为我入学的时候呢是戴院长，然后第二年就是林道亮院长，所以我们很荣幸在这段期间里面受栽培的时候呢，受到戴院长跟林道亮院长的栽培，我们非常非常感恩。我接下来就会讲一点
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戴昭进院长是华神的创校院长，担任院长有十年。他告诉我，1970年，他跟戴师母开着车从高雄来到台北，把所有的家当就放在车上，除了中华福音神学院这七个字的意象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是大家在刚刚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我们是他在华神的最后一批学生，所以他教我们希腊文。那刚刚大家已经看到了，不过我要稍微做一点更正啊。那个我们那一届的学生上希腊文呢，教出的安排是每天早上8点钟第一堂课就上希腊文。啊，那戴院长那个时候不是站在门口，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那班上呢，他就拿着那个字卡，然后每个学生都站起来，然后就问这是什么，会的就坐下；这是什么，会的就坐下。可是那个时候华神刚刚建好，我们是在地下室的教室里面，那个地下室教室呢连那个气窗都没有，所以有些同学呢这个小考完之后就头一歪就睡着了，听说是叫做缺氧昏睡。那么我们班上之前呢，那些学长就跟我们讲说，戴院长是真的是很严格，比对我们要严格多。他们因为人少的关系吧，所以呢每个人是站在门的外面啊，然后戴院长就拿着那个字卡，那么会的就进去，不会的呢就重新去排队啊，所以他们就称戴院长叫做耶稣说我就是门，那个典故就从这边来的。那么他教我们也背主导文咯啊，所以毕业好多年之后呢，有一次我见到这个戴院长，我那人还见到戴院长说，戴院长我会背主导文，他就背给戴院长听了，我念给你听啊。Pater Hemon Ho En Ho Es Ro Nois Hagia Theto To Oloma Su El Theto He Basilea Su Gene Theto To Thelema Su Hos En Ro No Kai Epike， 有点紧张了，所以不大会记得啊。不过戴院长呢，如果我们就也许要请他来背给大家听比较好一点啊。那个为什么他就我们就念到这边就结束呢？因为他教我们教这里啊，他就出国去了。所以那你们要记得要为院长祷告，因为当华神院长的话要常常出国，常常是在天上的时间比在地上的时间还多一点的。2006年7月世界华富会，我们学校里面有好多人去参加，校友差不多加起来有将近100位。那年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那一次的华福会主题就是向宣教士来致敬，因为特别是纪念马礼逊来华200周年，由当时这个华福会的荣誉主席滕进辉牧师代表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向过去200年来到华人世界来宣教的这些宣教士来致敬。那就由戴昭真牧师来代表接受，因为他是戴德生的曾孙。所以我们大家就看到就像今天这样子一样，我们看到戴院长跟戴师母就站在台上，然后滕进辉牧师在这一边就宣读感谢文，哇，全场就是一副肃穆感恩的那个心。等到那个滕进辉牧师念完了，全场就鼓掌历久不歇。我到今天还会记得，那一年戴昭真牧师是76岁，过4年以后呢，他在香港那边被主接去。我要讲点林道亮牧师。林道亮院长是在1980年来华神接任院长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70岁，他是跟民国同年的，所以如果说他还活到现在的话呢，应该是几岁？109岁了啊。那么他跟戴院长一样，都是担任华神院长有10年，为华神打好了重要的属灵的根基。我从林院长学习希伯来文、亚兰文，还有上教牧学啊，还有讲道法等等，还有包括他在课堂上面或者其他地方呢，经常讲到建立教会的成人主日学，还有神与我们同在这些真理，这都是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侍奉。我就记得1993年我回华城开始任教，
我的妻子呢是跟我一直在华神同班毕业的，那么他就再一次去听林道亮院长讲这个教牧学，其实内容呢都跟以前我们听到的一样，他都知道这些内容，可是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只觉得说林院长讲的很有道理，但是这一次他再一次回去一整个学期住在教室里面啊，是哭着听完的，因为真正就是你毕业之后才知道说林院长到底讲到是什么。我就记得说林院长教我们的时候常常就讲说，我吐血给你们呢，你们把它当成红墨水啊，真的是这样子的。2003年夏天我去看望他啊，林院长就跟我讲说他很挂心的华神的事情，因为不晓得说谁接院长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报告院长，我来就是跟您报告这个事情的，董事会呢就已经决定要聘我担任下一届的院长。那林院长就眯眯眼睛笑一下说，我想也是你啊，你看说林院长很会讲话的啊。然后他就开始教我当院长应该注意的事情，中间特别有一件事情讲说，每一笔奉献进来我们总务处那边会发这个奉献的收据，但是当院长的每一笔奉献收据上面都签名，要加上几句话感谢人家的。所以我就特别在这边就学习，非常感谢上帝呢，特别是我们2007年要买这个巴德校地，那一年里面我们就新增加了2000个新的奉献者，我们每一个月的那个奉献收据就从不到200笔就增加到500笔。所以我常常晚上回家就跟我太太讲说，要签名啊，要写的感谢的话，写到手都酸酸呢，好痛哦。那他就跟我讲说，你很好哦，签那个感谢的信签名呢，签到手酸总是胜过别的人呢写那个募款信啊，写到流泪啊。所以求上帝也格外赐福新的戴院长。2004年的夏天，林院长在家中后院倒退走做运动的时候，不幸翻落家里面那个后院呢几十公尺深的那个斜坡那边，幸好被一棵大树挡住，而且对面的邻居呢看到立刻就打电话叫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那么我们大家都吓死了，那天夏天我也到那个洛杉矶呢就去看望他，可是各位看到啊，他那个头上呢就是有那个铁圈就特别箍起来了，就要固定他的这个颈椎，免得这个动摇。但是呢教会里面都很兴奋了，称那个叫做林道亮院长的光环，头上的光环，大家都真的跟他一起照相，所以这是我很珍惜的一张照片。那林道亮院长说他侍奉主那么多年呢，说我们的神就是又真又活的神了，既然他是神的话，他就应该在教会里面行神迹了，所以他就跟主祷告说，主啊，你要在我们教会行神迹了。但是没有想到说神竟然用这件事情来行神迹啊。那么他自己经历过，你看那个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竟然从上面滑落下去啊，竟然没有死掉，而且还又活了好几年呢，到99岁的时候才被主接去啊。我们为这个非常感谢上帝。1982年6月，我们华神第10届毕业，学校特别安排请专业的摄影师来帮我们照相，大家觉得这样怎么样？不错啊，感谢上帝啊！那希望说华神也每一届都有这个专业的人来帮我们照相。我们这一届的毕业生跟好像前后届又有点不太一样，学校赠送给我们礼物呢，是特别赠送给我们写了我们名字的铜牌啊。所以可以看到这边呢，右边这里啊是学校给男生的那个铜牌，以神国兴衰为己任，置一己死生于度外。那给女生的呢，就是吃得苦，挨得穷，受得气，做得功。就女生拿到这铜牌啊，都气起来了，就找戴院长了。戴院长，我们不是找林院长了，院长，我们不要这种吃得苦，挨得穷的铜牌了，我们要像男生一样，要以神国兴衰为己任。那林院长是嘿嘿嘿笑笑。然后说你们去牧会就知道了。1970年华神草创的时候，台湾的教会呢是一片反智反神学的，
因为一讲到神学院呢，就会想到宋尚杰被送到精神病院。那么戴绍珍院长给华人创校呢，那他就在我们中间就讲了，我们来让这个神学院啊建立一个好的名声，所以他就提出全人教育、全人受教育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要建立灵命学士侍奉这三育平衡的神学生跟传道人。那么林道亮院长呢，更是一个教育家，他就讲说，你要达到这样子的目标的话呢，你要有一个步骤，有一个方法，所以他就提出来要增进祷告思想生活，来建立灵命学士跟侍奉。那今天我们在这边纪念华神走过五十年岁月，祝愿华神人在未来的五十年、一百年里面，更加发扬华神的建造精神，为神国培育人才，为教会来开创新路。特别祝福戴院长，这边还有一张照，这很荣幸可以跟戴院长夫妇一起照相，求上帝赐福。谢谢各位。谢谢赖院长的分享。刚刚赖院长特别提到这个圣殿非常的漂亮，请要结婚的同学们赶快把握机会跟总务处登记。好，接下来第二位分享见证的是刘信志牧师。刘牧师是第二十七届的校友，也是第七届教牧博士班的毕业生，他也曾担任华神行政处的处长。我们欢迎刘牧师。各位牧长、来宾、老师、华神人跟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学校提供一名妇女保障名额，让我可以站在这里用七分钟的时间来数算主的恩典。华神是我的母亲，她对我有属灵上的养育之恩。我是她的女儿，我是喝她的奶水长大的。在他的母腹当中，我被孕育成为一位传道人；在他的提携当中，我被栽培成为一位教导者。以下我想分享这一位母亲在我心目中的两幅画像。首先第一幅画像，她是祷告的母亲。至今我回想当年，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景象，莫过于当年在华神大楼的礼拜堂后方，有一大片可以祷告的地方。我还记得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包括老师在内，大家都一起跪在由一圈又一圈的椅子排成的同心圆当中祷告。我在华神三年历经三任的院长，第一任院长是黄子佳院长，接着当时周公和老师他代理院长，后续就是由陈继敏院长来接任。因此学校曾经经历过一段非常的时期，有一段时间董事会的董事长吴勇长老经常进驻在学校当中回答各样的疑难，而且他陪伴祷告。所以当我们搭电梯，我们进到了福音大楼，我们左转准备进入三楼老师办公室区域之前，偶尔就会看到这一位好牧人的身影。而我们也在这个同心圆的祷告当中听到了老师哭泣的声音，还有发自内心真诚的呼求。当时的我真的深深被这样子的一个同心圆的祷告所震撼。华神这一位母亲，她就一路挺了过来，而且她的膀臂更加的茁壮了。上帝把更多的子民带来给他怀揣。记忆当中的华神是祷告的华神，不管是在宿舍内或是后来改建成院长室的地方，当年都有好几间的祷告室。当汀州路三段的车潮还没有开始，早上六点以前，彼端的祷告室就已经有很多的韩国学生开始聚集祷告。我在华神认识到群体生活的宝贵，服事的旅程千万不要落单，
祷告、操练都要持之以恒，这对我后来牧会带来深远的影响。而我要分享的第二幅画像，华神是行硕的母亲。华神是一座宝藏，里头有好几个藏经阁，各有不同的大内高手在当中传授学生独门秘籍。虽然我学艺不精，只有三脚猫的功夫，但是因着师父的栽培跟引荐，当年不到30岁的我，道硕一毕业就开始在华神延伸制教起了我生平的第一门圣经课。那时候刚毕业，一方面要牧会，一方面又要备课。有两位旧约老师就给了我他们的讲义，让我修改之后方便来使用，当然仅止一次。感谢老师的成全，使我开始踏上教学之路。从华神延伸至后来有了机会在校本部兼课，之后再有机会到教牧博士班教一门课，华神行塑我成为一名神学教育的老师。我感谢上帝借由华神这一位母亲的引导，成全许多关乎上帝在我身上的带领。所以我是华神的门徒，我曾经受教于他。我生平写的第一本书包括第二本书都是华神为我出的，而且有许多的老师为我的著作推荐，我非常的感谢他们。我是华神的师母，我的丈夫在这里担任专任老师。我曾经是华神的帮手，任职一级主管行政处长职。而为了与教育部接轨的那一年所做的一切准备，其实帮助我在行政治理上累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我现在平均一年要讲70场道，上帝行塑并呼召我成为一位释经讲道的宣讲者，起点就是从华神开始的。我人生的第一场恋爱也是唯一一场是在华神发生。我在这里认识了外子，然后我进入了婚姻，我的媒人就是刚刚提到的两位旧约老师无赖。我稍微解释一下，是吴宪章老师跟赖建国老师。赖建国老师跟师母也成为我们的婚前辅导，包括在婚礼当中的勉励。从毕业后21年来，我所有扮演的角色、恩赐的操练、学习的地点，几乎都发生在华神，所以华神已经成为我生命故事的一部分。它是雕琢我成为主工人的母亲。过去21年来，不管我曾一度待在欧洲，回到台湾之后住在台中，之后又重返了德国一次，然后又去了别的神学院。我没有刻意的安排或经营管道，但上帝总是一再的把我带回到华神的身边。华神成了上帝为我预备的娘家，成了我的属灵母亲。感谢上帝透过华神宝宝了我。最后我想用一段经文来为华神50周年祝寿。这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66:11-12，是一段提到有关于耶路撒冷的预言，我略略做了一点翻译上的调整。以赛亚书66:11-12是这么说的，他说要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你们得到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临到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临到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其中吸奶，你们必被他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愿上帝继续使用华神这一位母亲来濡养神所呼召的传道人。 Soli Deo Gloria， 荣耀归给上帝。谢谢刘牧师的分享，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两位旧约老师的合体还有这样的外号，谢谢学姐学弟受教了。
接下来是读经，请陈定川长老带领我们阅读上帝的经文。经文在程序单的背页以及投影片上。今天的经文出自约书亚记四章十九至二十四节。好，我们来一起读约书亚记。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杰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了二十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杰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祖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干了，等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他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阿们。谢谢陈长老。华神第三期扩校工程于去年八月底完工，同年九月正式迁入桃园八德的新校区。在今天庆祝五十周年校庆的同时，我们要进行线校礼。透过线上新校区的硬体设备，我们所有的师生同工也再次立志献上自己为主所用。愿神继续施恩祝福华神，不但坚守意向，也能扩张帐幕，成为主合用的器皿。请沈正牧师、戴继宗院长一同按手在这座代表我们学校的模型上，进行亮灯献校仪式。请在场来宾，我们一同倒数三、二、一。线校亮灯仪式的启动，代表着八德华神新校今天要在三一真神与众见证人面前全然的献上，为主所用。求主的荣光照耀华神，让这所学校不但能继续培育出更多能为主发光的神国工人，也传承过去五十年来神量给华神优良的属灵传统，在未来的日子从事合主心意的神学教育，并坚守真道，兴旺福音，完成普世宣教的大使命。让我们再一次一同鼓掌，将最大的赞美与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接下来请本院教牧宣教研究中心执行长吴宪章老师以及第三十届校友淡江教会主任牧师庄玉明牧师领我们做献校的祷告。我们都起立好不好？这个地方是五十年来过去多少先生先贤所建立，因此我们才有主产可以一起承担另外一个五十年之后更多果子的一个基地。主啊，谢谢你，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人会改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谢谢主，透过过去的几任院长能够扩校到如今两千多个校友在各处显明基督的馨香之气。你果然是至高的神，是华神的珍宝，是每一个校友的珍宝，是未来五十年之后更多传道人孕育的母亲。求你的宝血遮盖这个地方，求你的眼光日夜看度这个地方，好让这个地方在航空城成为普世华人的祝福。我们在里面敬拜你，过去五十年前他
们栽了一棵树在溪水旁边，50年之后，2000多个校友。主啊，我们今天把这棵树，这个母亲交在你手中，愿你的宝血遮盖，愿你的宝座设立，好让更多人被这边受装备，扩展神的国度，能够以神国的兴衰为己任。进来的人能够吃的苦，挨的穷，坐的气，受的气，可以做的工，满足你的心肠。愿你格外的怜悯我们。今天是共同见证，你是行神迹奇事的神。过去的华神到如今能够存在，完全是你的怜悯。50年从现在开始，更是需要你的怜悯。求你用你的恩典慈爱托住，好让这边训练出一个基督精兵的工人，训练可以满足你心肠的工人，好让每一个出去的人能够到各处显明的基督馨香之气。荣耀归给您，仰望感恩敬拜，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愿你纪念过去这50年来许许多多为华神摆上的人，或许人已经不再纪念他们，但你永远纪念。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为华神未来的50年预备一切要来祝福跟帮助华神的人，即便他们现在不知道已经被神验中，但主你会引导他们成为华神最大的祝福。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别的神可比你的，求你让华神人永远有一颗敬畏你的心，立定心志一生只寻求你，而不是追逐世界的名声和权势。求你保守华神未来这50年继续教导神国的工人们如何使真理成真，而不是使梦想成真。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真理果真只与我们华神同住吗？看啊，全世界的神学院，历世历代的神学家尚且不足你的真理居住，何况我们所建造的华神这个神学院呢？愿你指教我们谦卑再谦卑，让华神继续为神的国度献上你所赐给华神那独特的产业，与众教会神学院能够一起团契，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指教华神人能按真理断定是非，能以仆人的心迫切代求，让我们的百姓能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回应时代的议题，将当行的真道指教他们，你就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因为你应许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继续加添力量给华神的老师们，让他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他们合而为一的心，因为神学生还未来到华神之前，并不知道何为神的仆人们之间合一的爱以及侍奉上的义的榜样，因此恳求你赐福给老师们一切的需要，加添给他们，因为凡给人的就必有给他们的。也求你来保守所有的学生在这里继续谦卑的学习。主，最后求你赐福华神未来50年，为他们为华神预备超过7000个人以上成为神国的仆人。谢谢主，愿你赐福华神成为国际华神、国度华神、宣教的华神。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代柯月敏师母献诗，带领我们一同唱出对主的爱。会众请坐。他要献唱的曲名是《唯一最爱是你》。
之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又何能与你比拟，生而认真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柔声进我心底，牵我锁眷恋情欢然撇弃，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主耶稣，你是我之爱，虽我曾万更有悖逆，今放下一切，你前来势力，顺从神旨不平静。这就是你，顺从神旨不平静，与你心合拍，只要你所喜，挣扎全停，尽是安息。
谢谢戴师母。愿这成为我们众人同心的祷告。主，我唯一的最爱是你。正道今日大院长正道题目是钥匙。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想首先特别代表学校欢迎今天下午跟我们一起在这边庆祝中华福音神学院50周年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们。我知道不单单是有北部来的，我们其实也有从中部来的，也有从南部北漂来的，我们特别欢迎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们。知道其实不单单是有教会的牧者，也知道有好些基督教的机构的负责带领同工们。我们非常感谢主今天下午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不仅是回顾主的恩典，我想也是一个前瞻主带领我们的一个机会。其实不单单是我们在这里聚会，也有不少的人是在你我所生活的这一个新常态的时代里面，透过 Zoom 的方法跟我们今天下午在这边一起来庆祝中华福音神学院50岁的生日。在这边我想也特别欢迎那一些在网上的弟兄和姐妹们跟我们一起在这边庆祝。也容许我很快的代表着我个人，我想也代表着学校谢谢华神的企划处同工以及好些在幕后的同工，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预备今天下午我们这样的一个庆典我想在这边特别感谢他们在主里面的辛苦，在主里面的劳苦你我今天下午能够这么顺利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聚会我想真是为着他们衷心的摆上他们的付出特别谢谢他们，特别谢谢企划处的同工们。其实站在这个地方
深深地再一次体会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7到第38节的这一段话是何等的真实。那段的经文是这样说，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短短两个月前才上任，站在这边深深地体会到，我其实正享受着在我之前七任院长以及无数的同工们他们的劳苦。当然头两任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但是我们今天很高兴赖院长在我们的当中，我也知道陈继明陈院长，也知道周公和院长以及蔡院长，虽然人不在我们的当中，但是我想他们的祷告也托住着今天下午的聚会。1970年，我想不单单是华神的开始，许许多多的老师也就投入到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教学服事当中。其实华神的师资还不是我们自己所产生出来的，而是跟香港的中神所借的两个老师，一位是赵天恩，一位是陈基敏，这两位老师其实是我们华神1970年的开始。在这里有一张照片，有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是10月5号我们庆祝中华福音神学院的生日？我带来了一张照片，虽然小了一点，但是这张照片是1970年10月5号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开学典礼。我看了一下这张照片，我不晓得陈雷牧师在不在我们的当中，若是他不在的话，其实在今天下午我们所有出席的人当中，只有一位的照片，一个人50年前也出现，今天下午也出现在我们的当中，那不是我，那时候我应该已经去上学了，而是刚刚在校友献诗当中带领我们一起敬拜主的蔡中梅蔡牧师。那时候学校还在士林，还记得顽皮的我很喜欢跟蔡牧师一起去士林的邮局去拿华神的信件，坐着他摩托车后面，总是会在路上也停下来帮我买一点零食吃。赖院长，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很快回应您刚刚提到林道亮院长给你的劝勉，就是在每一封奉献的收据上面签上你的名，写几个字。这其实也是在我上任之前，我分别跟所有过去的院长打了电话，其实那个时候赖院长也这样的忠告了我，我也听了你的忠告，每一个月虽然没有500张，但是
也是手蛮酸的。不久前在一个教会讲道聚会前，教会的会计就跑到我的旁边默默地说，戴院长啊，当我收到华神的奉献收据，看到上面有人写了几个字，我还本来以为人家是在收据上面乱写东西，后来读了以后才知道是院长所写的几个字。有另外一个奉献者还告诉我们，他收到了这个奉献以后还在后面摸了一下，看看到底是真签还是盖章的签。所以我发现哈，我们还是要很小心啊，院长为我祷告。我们今天下午所读的一段经文，我想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四章，描述着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吩咐了以色列人在经过约旦河的时候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从河里面的12块石头把它捡出来，然后在约旦河的西岸设立一个石碑，来纪念耶和华在他们当中的工作。当我在预备今天下午的聚会信息的时候，我就马上联想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在这边我们看到回顾历史的重要性。但是我想这一段的经文不单单是告诉着我们回顾历史的重要性，我想这一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前瞻未来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上帝不单单是历史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也是未来的上帝。在这一段熟悉的经文里面，我特别注意到了最后一节，第四章的最后一节，第24节，那边用两个钥匙提醒着以色列人，他们所立的这一个石碑，是的，前面第6节告诉我们是一个证据，第7节告诉我们是应当永远纪念的。在第24节那边，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这个石碑的目的，第一是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第二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想这两个钥匙对我们今天下午而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这边不单单是要为了纪念庆祝而纪念庆祝，乃是如同约书亚一样，我们心中的祷告就是，第一，借着今天下午所有的以及今天晚上所会有的，让人让世人能够知道耶和华的手是大有能力的。其实若是我们去看这一段的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24节之前，约书亚就特别提醒了以色列人一件神大能的手所做出的事来，他提醒以色列人要他们记得40年前
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行过了红海，讲到那一个熟悉的记载。刚刚过去的礼拜三，我有机会去到高雄，去到南校看望我们在南部的工作。其实今天我们也有一批是从我们高雄南校，特别早上搭上巴士赶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起庆祝。之后我有机会去圣光，也对我而言一点都不陌生。我就特别跟圣光的院长分享早期在高雄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意义，特别纪念在记得在圣光旁边以前还有一个戏院叫西北大戏院。我的父母亲，我的祖父祖母是在一个很保守的一个宗派里面，那时候不准看电影，其实也不准玩扑克牌，而我们家就正好面对着西北大戏院，不准看电影，这是魔鬼的东西。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逮到了机会，因为下一期正要播放的是十诫，你们大概就可以猜出我有多大了。应该是我看的第一部电影，就在西北大戏院。约书亚提醒着以色列人，神怎么样在40年前为他们打开了红海，让以色列人能够从干地走过去。40年之后，神同样的也为以色列人打开了约旦河，让他们也能够在干地上行走过去。我想在这两件事情上面，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我们的确看见了神大能的手，大能的手。其实今天下午我们有已经不少机会来得听神在过去50年怎么样来带领着中华福音神学院，他大能的手怎么样引领着我们。其实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在这边也特别告诉大家，我们有另外一份其实很宝贵的资料，也是我们同工花尽了许许多多的时间来整理出来的一份50周年的一个特刊。若是你有机会看这个特刊的话，我顺便提一下，也是由每一届的一个代表来写一篇文章，在不同的文章里面其实也都告诉着我们，提醒着我们，我们的上帝他的手是大能的。因此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单是回顾历史，当我们面对未来展望未来的时候，让我们也深信神大能的手如同过去怎么样带领，他未来也会带领。但是不单单是如此，当我们回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不仅是要世界的万民得知神大能的手，在这边约书亚也告诉以色列人，这10碑是要他们一生一世，或者要他们永远敬畏耶和华，永远敬畏耶和华。我去查了敬畏这一个词在新旧约的出现，发现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有200次之多。在这200次的当中，有好些人在旧约也好，或者在新约也好，都被描述为敬畏耶和华的人。我想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在这不同人当中的3个人，我
我想这三个人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一个重要的提醒。圣经里面第一个被称为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的敬畏，他敬畏的描述其实不是在旧约里面被描述，而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被描述。这个人他的名字叫约拿，他的名字，对不起，叫挪亚，对不起。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这样记载挪亚：挪亚因着信，既蒙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也因此就定了那时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而他的敬畏是从他顺服主的话而来。我想这个对一个神学院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不单单是在这里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话，我想一个神学院所训练出来的传道人也是要效法着挪亚顺服神的话，因为唯有顺服神的话，你我才是敬畏神的人。我想这样的一个强调，特别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很熟悉华神的三句话，其实是我们的意向，是我们的使命。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装备神国的工人，第二句话就是我们要连结福音的伙伴，第三句话就是我们要回应时代的议题。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三个重要的使命，我没有错的话，赖院长，这应该是在陈继明的时代就定出了这三个重要的使命。但是在接任华神的同时，我自己在神的面前的领受是的，包括这三方面，但是我觉得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坚守圣经真理，在这一个时代坚守着圣经的真理，且忠心的来传扬圣经的真理，特别在一个所谓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带给教会信徒的冲击之下，我们需要更多的坚守着圣经的真理。是的，我们要训练，我们要培育神国的工人，我们也要连接福音的伙伴，我们也要回应时代的议题，但是这一些都应该是被建立在坚守圣经真理的重要基础上。我相信这也是历代院长所看到的。我特别想回想到周公和当院长的时候，就非常的看重圣经以及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无误。这是中华福音神学院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这一个 Evangelical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福音派，若是我们去看它的宗旨，会知道这样的强调福音的一个运动，也是非常看重圣经的一个运动。因此挪亚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一位遵行神话语的人。但是在旧约里面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描述为敬畏耶和华的人，而这一个人应该是全本圣经虽然
它出现在诗篇之前，但是我想很多的专家，圣经专家告诉我们，其实他应该是更早期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约伯。约伯也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若是我们有机会去看约伯记第一章，其实不单单是第一章，第二章也重复约伯非常重要的一个描述。约伯是什么样的人呢？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他且也是敬畏神的人，他也是远离恶事的人。后来你会记得上帝也这样见证约伯，不是吗？面对到撒旦的攻击，上帝他自己见证约伯行为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就想到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也理所当然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人。如同我在学前退休会勉励大家，勉励学生的信息，我说是的，我们有可能有盲点，是的，有可能我们有缺点，甚至我们有弱点，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在追求圣洁的当中，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污点，我们没有污点。所以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一个顺服神话的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人。但是很快旧约有另外一个人物也是被描述为敬畏耶和华，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乃是亚伯拉罕。创世纪第22:11-12这样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简单的描述提醒着我们，第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一个全然奉献的人，全然奉献的人，把他最好的，把他的儿子，把他的独生儿子也愿意献上。要是世界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是大能的，也要是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容许我用一个个人的见证故事做结束。两年多前，我跟师母，我们全家有机会去到中国的镇江，去参加戴德生跟玛利亚，我高祖父祖母纪念馆的一个开幕典礼。在这一个开幕典礼的当中，同工们请我有一点点的分享。那一天下午，我就有机会跟将近3000多个人分享我从戴德生身上所学到的一些功课。今天下午我没有时间多分享，但是我愿意用最后的一个分享作为我的结束勉励。当我们要开幕的时候，同工们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戴牧师，我们是否在这一个纪念馆，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博物馆，我们是不是要收门票，是不是要卖门票？所以人进来的时候是要买门票进来看这一些展览。我想了一想，第一，戴德生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想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我相信戴德生其实所要的不是人的奉献，乃是生命的奉献。我就跟同工说，我说不要，我说让所有的人都是免费进场，但是却也是奉献出场，而这个奉献不是在后面的奉献袋，而是一个生命的奉献，一个生命的奉献。因此在华神这50周年的时候，当我们是免费入场，应该是没有收门票的哈，当我们是免费入场的时候，但愿神感动我们的心，使得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奉献出场，我们是奉献出场。请大家继续为中华福音神学院祷告。6月20号交接礼的时候，我想神牧师应该记得，聚会一结束，我们就被带到楼下，记者访问，问的第一个问题何等的尖锐，戴院长，你刚刚接任院长，知道学校面对到很多的挑战，包括常费的挑战，包括扩校的挑战，你有什么想法？沈牧师赶紧的替我挡了一下，这样的问题怎么在这个时刻来问呢？我说没有关系，让我回答。也其实是昨天早晨我心里面很深的一个感触，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如此为我们祷告的。亚伯拉罕献了以撒，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故事是我们熟悉的，在那个故事的里面有一句话给我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亚伯拉罕去到了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他不是乱跑，他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到任何的一座山上，乃是他顺服，他去到了耶和华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为我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永远就是走在耶和华指示我们的道路上，因为唯有在那一条道路上面，我们才会经历到耶和华以勒。中华福音神学院 Happy Birthday， 当我们踏进第二个50年的时候，但愿世界万民得知我们的神他的手是大能的，也但愿你我永永远远的敬畏耶和华。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更加的主啊，我谢谢你1970年10月5号，主啊，其实是在那个之前的5、6年，你就把一个意象给一群爱你、跟随你、服侍你的属灵长者，看到了一个专收毕业生、大学毕业生的神学院，一个跨宗派的一个神学院，且是以宣教连结的一个神学院。谢谢主，1970年10月5号
原本的梦就实现了。主啊，虽然他的开始是小，但是主啊，蒙受了你的保守，也在这过去50年的当中，虽然主啊，我们知道不是一帆风顺，也其实不是天色常蓝，但是主啊，我们深知无论是在顺境也好，是在逆境当中，主啊，你在修剪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成为合乎神使用的器皿。因此主啊，在这50周年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这一所你所设立的神学院再次全然的奉献在你的手中。主啊，让这一个神学院是一个敬畏你的地方，是一个顺服你的地方，是一个追求圣洁的地方，也是一个全然奉献的地方。主，若你悦纳的话，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谦卑的顺服，走在天父上帝你要我们走的那一条道路上，因为唯有那一条道路，我们才会经历到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耶和华的预备。天父上帝，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举例，我们一同唱诗，同心颂扬主圣名，以及三一颂作为回应。唱诗之后，请高敏智牧师祝祷。
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在整个下午里面，我们都非常的快乐，因为我们听到非常多的笑声，从一开始一到我们的见证，所充满的是那么多的喜乐。但是我们深深知道，这些都是故事，这些故事是从很多的眼泪所堆积而成的。这50年，2000多个校友，就是2000多个故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路径，进到这个历史的轨迹里面。但是奇妙的事情，也在我们的见证里面真实的看见了，这些都成为一样的故事。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背起十字架来效法并且跟随我们的主耶稣，这一生都不再偏离。主耶稣，我们深深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自从我们灵魂苏醒那一刹那，那一刻被卷醒的那一个 道路开始，我们慢慢体会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故事。因此几千位校友都不再是自己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条道路里面，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亲眼看见，甚至很多人都没有看见过了，只有我们看见过的，你的杖、你的杆出现了，在我们道路面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当我们愿意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敬畏的态度，敬畏的人，敬畏的故事，敬畏的祝福，献上我们的感恩。这是我们在你面前再次从心里面所发出喜乐的赞美跟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带我们看见国度、权柄、荣耀的故事，带我们在生命里面亲眼看见神牵着我们的手，向着标杆直跑的这样的喜乐，还有看到许多相同道路的都是我们的同伴。因此我们学习合一就变成很容易了。谢谢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享受这一切的荣耀。愿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贵重请坐。